熟悉的话，就是也是，这器材要是要比一般人熟悉的，不过一般也要会基本的这样子。对，就这样，然后把歌唱。唱的吗？我唱的。我今天要唱的是任贤齐的《他要我，他不爱我》。干嘛不行吗？可以可以。东台任贤齐。算。哦。
谢谢。